皇上，北征大军已经全部启程了，咱们不好再耽搁了。再等等。是。 把这些衣服脱了穿，穿了脱的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去送齐生，那您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？您是怎么想的？我觉得我不应该去，可是我的腿已经不听使唤了，不行，我要去。 这次朕走了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你会舍不得朕吗？算了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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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